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某日是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乌干仔洗豆油，无底看。乌干仔洗豆油，无底看。这个意思我知影。干仔是乌色的，豆油嘛是乌色的，看袂出来有豆油还是无豆油。豆油洗入去，也是乌的。这句话意思是劝咱袂使看人无气。咱若看人富富，别人就会看咱富富啊。袂使看人无啦，因为你若无尊重我，我是尊重你要创啥，对不对？像迄双脚，乌衣衫，乌目衫，敢若看伊个穿搭无啥物，其实因家是足好个，是大地主，趁食安尼。阮家附近有一个老阿伯啊，逐天拢出去捡鱼纸，也是歹工拄食。即摆讲学做资源回收，我甲阮母啊讲，伊哪会遮可怜？咱来去买饮料，买便当给伊食。阮母啊，甲因讲戆囝，迄、那个阿伯因兜是偌好个，偌有钱个呢？即摆店面拢是伊个呢。人伊是咧做身体健康个，勤俭惯习，当做运动。总讲一句，袂使干呐看人个表面，千万。看人无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今仔日的俗语就讨论到这，多谢。